好，这一局当中里面，其实分目前分数只有鲁马比较高一点。嗯，四分。好，四分。那这一局最高分可以得到9分，容易会不会唱华磊？会啊，会。所以没问题嘛，哦。应该是。三华的机会来，第一华。 滑到外野去，第一滑过头了，接下来第二滑，加油！好了，加油！谢谢。好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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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宝贝嘛。你要不要跟人家跟宝贝讲一下？宝贝，我爱你。OK， 请够。第三滑。屁股夹很紧，对呀、啊。你说宝贝我爱你，哇，三分就出现了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来看看可以得到几分呢？陈庸基身材好厚实哦，获得五分。啊，什么事家家都知道，连厚实都知道啊。他看得出来。好，露玛，你们女朋友有？也有啊。爸妈都知道吗？懂，都知道。平常都去哪里？都带他去哪里？不一定啊，通常呢，去吃饭比较多了。吃饭比较多哈，吃完饭呢，就回去。回去，各自回家。各自回家，所以你都叫他什么？你叫他什么名字？小宝贝。小宝贝，哎呦，好甜蜜哦。那你要中午时候就要跟他叫一下小宝贝哈，跟小宝贝讲一下，来，请就位。卢玛，你要知道就说什么吧，要冲你现在说什么？小宝贝，而且要说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刚刚人家讲过，我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第一滑，说，小宝贝，我来了。第一滑啊，好，接下来第二滑，来加油。好，现在目前有两分的，继续第三滑。加油！有啦。OK， 第三滑两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卢玛可以得到几分。卢玛表现很沉稳，获得四分。卢玛两局都得到四分，加起来就是八分了。接下来陈靖伟就位，投手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有。我好像没有一个人没有交女朋友哈，你们不能专注好好打球吗？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小小宝贝。没错。小小宝贝。是的。请说话。小小宝贝，我来了。呀，一月。西华奥。喊完了那个小宝贝了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没办法得到分数。那我也不喊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滑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哦哦！滑三分！我好害羞。我动得好猛啊，小小。有在练吗？凡哥，他从一分滑到三分嘞，他现在动了有十下。一分滑到三分啊！对，很厉害。好，目前有三分的，继续第三滑。又要来了，又来了。没有没有，哎，停停停停停！第三滑获得三分。唯独
么可惜，就第一环没有得到三分，要不然五千块的奖金可以落袋了。来看看可以得到几分。小小维表现非常卖力，获得六分。第二局结束，鲁马和小小维都以八分暂时领先。暂时领先，第一局陈庸基最后一名。第二局目前的累积下来，陈庸基还是输了哈，差两分，差两分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来进行我们第三局，全民公投。